说实话，姐姐看了这么多次房子，这是最独特的一次入户方式，所以呢，我特别期待今天这个房子和它的主人。刘哥是你啊，搞这么神秘。你好，杨洋，好久不见。今特邀洋房姐姐术中做客，实现家人之愿。怎么样啊？特别好，我吹着小胡风就来了，可惬意。你说的我的心里头乐开了花。一般的客人是不会让他走水路的，因为水是财嘛。我踏着钱就来了。哎，我刚才从船上下来，我还注意点，这个水流是配套吗？这个临年溪水的名它不是配套的。夏天暑期啊，到九寨沟去避暑，有一个小小的灵感，我就自己制作了这么一个小溪啊，而且我也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九寨小沟。哦，把九寨沟引入到了自己的家里啊，它就是一个超级微缩版的九寨沟。这块石头绿色和黑色相间，你肯定是知道玉，和田玉，和田玉，墨玉和和田玉的结合。这个树是化气过，这是紫藤，紫藤的话呢，这两颗藤的话都在35年的树龄，两个紫藤。这个大叶子的这个，它现在这个是香椿，里边那两个大树是70年以上树龄的大樱桃树。那你是不是自产自销了？基本上都喂鸟吧。喂鸟了，这么好。这院子里树真多，而且我看这个树，这是榆树。洋洋有生活经验呢。因为你知道榆树有好的寓意，那我就知道榆树钱，榆树有钱。榆树有钱。那有其他的什么？榆树我知道是。生生不息，哎呀，一看比我的境界要高。然后这个树长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它可以跟会所那边像一个屏风一样。又会隔断，就是你既保证了我们这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开阔，但是又相对来说保证了自己的这个隐私。哎，我看您这平时还打高尔夫？平时打，但是有的时候在这边练练球。你要觉得练球啊，是在这里。这是往哪儿打啊？往湖里打。往会所那边打，也可以往右边的岛上打。好家伙，他发球吗？发球的话，我们基本发到30米到70米远。OK， 就站在这个地方摆好了之后，那边的话呢，我都有那个渔网，直接往自己的渔网里发球。发完球之后，划船过去，把所有的球再拿回来。从这个小桥上穿过来。是。哎，我看这有个水池啊，养鱼的，是用来养鱼吗？喷泉。喷泉池啊。哎，这大锦鲤也挺漂亮的。这个跟锦鲤有点区别。哦，这不是、现在这个是那个金尊，那咱们可以一会儿中午啊、就可以烧烤。烧烤。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你们。这棵树啊，这棵树是真是我这投入感情了。为啥这么说？我们去新疆去南疆玩的时候，当地叫钓竿杏。我知道新疆钓竿杏好吃、啊。还有叫什么的呢？还有管它叫金杏。当时就拍了一颗，运到这儿运费花了7000块。但是从那边的土壤，然后气候啊过来，它还是 OK 的，是吧？我带了3倍的土。我说呢，哎呀、这边的果子也好，这苹果的桃。桃啊，这苹果大桃，然后也没有施肥，没打药，它果数量多。大葡萄，不过这葡萄真的好大，是飓风吗？一个是飓风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反正不是玫瑰香。玫瑰香在那边呢。都有啊，这是啥品种都有，还有绿的。所以在自家就能吃到不同品种的。我这山葡萄酿酒了，这两个树之前跟你说过哈，鹅掌楸开花的时候非常漂亮，还是那个一雌一雄的。这个是那个叫葡萄爱上了鹅掌楸。这个葡萄你们谁见过葡萄上树啊？这个确实没有。你看它这个葡萄藤，它都盘到树上了。喝点什么？都已经到了欧洲的街头小餐厅了，那必须来杯咖啡。咖啡。哎，像刘哥，这个房子面积有多大呀？这个面积是480。那叫庭院呢？1亩地2亩户，就比较好记。豪横啊！所以虽然说我们可能买了一个480平的房子，但其实我们的自然空间一共有3亩。然后这边就是客厅了吧？传统的客厅变成了一个欧式的一个袖珍的一小舞池。
中间可以开个小 party。 像这么安排，它的利用率会更高，就是让大家的这种交融感会更好。这个是您找人来画的吗？是，这个是咱们中央美院的一个教授。这金箔画我一眼就看中了，它就是显得这个屋子里金碧辉煌的。这个是咱们古代的那个雉，它是存在的嘛，然后上面是它的孩子。这个鸟的它是忠贞不渝的。那造价多少？造价就是朋友价，完了之后，后来刚开始说30万就可以了，后来我一想，因为还有工程啥的，对，我们就按一天一万吧。46万、嗯，那这个墙确实也很值钱了。而且金箔这个东西，它其实会有点历久弥新，就是越用会感觉它的这个含金量或者它的这个质感就出来了。它有抗氧化层，对，然后再做旧，没有什么火灾呀、没有地质洪水。理论上大几百年是没事的。我刚看这个整个的屋子确实是给我搭配起来有这种东南亚的风格，是不是在美式简欧的基础上，它的东南亚的味道是更加浓郁、那我看发现这家里有好多的东西都是您从外国给淘回来的、对，我就这么点爱好。这个也是淘回来的。这个是个鹦鹉，我只是说它放到这个地方可能把我这个小的区域定住，跟那个金箔的那个壁画有一个呼应的感觉。是的，是的，整体风格肯定是要这是老人房。哎，这个是跟客厅那个延续了客厅的金箔风。这个也是跟那个是一批定制的。这个屋里到处都是金箔，太豪气了。我刚才想问呢，就是这个屋子的空气，我觉得是很温和的，很舒服的。做的那个地源热泵，它的这个原理就是夏天的时候把热风呢吸到地底，让空气出来，然后冬天呢正好相反。在院子里面，我在做硬化装修之前，先把井打了，打了七口井。那还是不错的。这边是卧室、这个左右分开，左边这边是正南，在湖边，湖景啊，湖景，这个湖景面宽还比较大，感受一下大自然。就跟你说，现在这个景太美了，很凉爽是吧？真的是很凉快。步入式衣帽间，这块就是主卫了。然后这个它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一个小的泡池？不要浪费小汤山的地热温泉的资源。那太好了，你天天泡澡皮肤滑滑，好押韵啊。Nice。这边次卧。好的，我来看看。这有一个跟下面那个很像，但是它是银色的银箔、是吧？对，它都是定制的啊，一金一银啊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房子确实是将这个豪横进行到底，太奢侈了。这个是次卧套就进来了的之后呢，这个是多功能。对，您现在把它做成了一个多功能厅哈。对，下面这边是竹林，那边都是几棵大的枫树，老的枫树。枫树。对。这是地下区的哈。对。您在这儿设计了一个酒架。这个是品鉴区。藏酒是在里边的酒窖，他拿来之后，在这打开就喝。所以这还是一个就是大家交流沟通享受的一个地方。这个门洞是挺有意思的，您不光没有不是弧形，弄成了这种什么叫花朵，记不得是哪国家了。OK， 是欧洲的一个国家老皇宫，它就是这种。当时我一看这个很美啊，所以在家里也自己弄了。后来回来了之后呢，我把这个门给打掉了，装修工人怎么弄他也弄不出来。后来说不行，说你们这房子太结实了，里边都是钢筋呢。后来怎么办？都给钱吧。钱解决。您说的那个地源热泵，这个就是地源热泵的设备间，这个门是防火隔音的啊，一次投资终身受益嘛。中央空调基本十来年寿命也就是勤劳息了。这个设备维修保养好的话，50年没事。烤全羊差不多了是吧？咱们上去看看。好啊，先吃饭。等他很久了。这个是入户门，这边是正门。对，对着入户玄关，然后进屋了。是，这边是车库那边是车库。右转车库。对，玄关入户门。原来是这个动线。是的，对。我都闻着肉味了，好香啊。香吗？烤全羊，哇塞！西蒙烤全羊，来看看。羊羊烤全羊，看看怎么样？这事儿没那么难啊。聪明人干啥都不难。是吧？对。这烤多长时间了？这个烤了有4个小时了吧。所以其实我就是收尾来了，摆样子来了。好，可以了。那您当时是怎么看上了这一套呢？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比较满意。出
托你哪一点？比如说大的环境吧。您肯定也熟这块吗？对，咱们南墙外是温玉河，左手的东墙外是葫芦河，后边是小汤山，对，大汤山，对吧？群山环抱，右手这边的话是这个永久性的苗圃，昌平区的，它是整个风水上，我老百姓嘛，不懂，但是我觉得很舒服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是它最独特的，就是你说的这个环境、自然环境、这个庭院，包括这个湖，因为很少有说，在我买个别墅，但我能私自拥有一个湖，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憧憬都能在这里实现。